看医生有诀窍，讲对重点秒抓病。发高烧，我就跟他讲，呼吸的时候他有一个嗷嗷嗷嗷嗷嗷的声音。你们要跟他发疯哦，小的头痛，帮他安排做一个腰椎穿刺。就这孩子这时候讲一句话，我宁愿半夜痛死，我就停止动作，痛醒，担心你是脑瘤。我如果这一针从腰椎拨下去，他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在我眼前死掉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